漫漫长路，这是十八号自走道。Yeah, you should tell your dad that joke. It's not out for a bit. Get my number. And then I think I said I would give you each a blue book. Flying Tiger， 你能看得到吗 ？Flying Tiger 出的帆布袋，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这家店，就是去 Patty 去找 Patty 当的时候，去找 Patty 的时候，去丹麦找 Patty 的时候，然后很开心纽约也开了家店，跟他另外一边的样子，哇，就是卖的那个丹麦的那个的 Queen。到了学校之后再拍了，拜拜。今天有点幸福，晚上有人在。Hi, say hi to Emma. How's it going? 今天有点幸福，等下去做 SAP， 快快快。iPhone 10哦，然后我现在要开箱，哇，其实是重录，我刚刚已经开了一份。看看这个。精美的，第一次网购 iPhone， 超怕里面不是 iPhone， 然后是一些奇怪的东西。好厉害哦！这也花了我大概800多块美金。刚坐在这边，然后精疲力尽，对，然后没想到有人比我们还更笨，谁？脾气更差，大概是这位吧。看到我最想要的。那这影片是太久了，对啊，好无聊，快点好啊。好，脸部辨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利有弊。有利的地方是因为我长太岁，所以绝对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弊的地方就是，如果我要找手机，别人要可能要解锁的话，因为我太帅，关键是他永远解锁不了。Finish SAP project。Woohoo! I thought this was a picture. 他老婆也是吗？是啊，他们俩是清华的同学。那他老婆也是？是哦。拍他好，我拍他啊，你跟他一起拍，你跟他一起拍，来，要，你可以怼他，没关系，啊，你还在录像吗？啊，照完什么表亮，再加上那个，不要照我，你老刻意的照我干嘛？主角是你啊，第一次来吃 Cheesecake Factory 连伊吧，我们今天的主角。今年要比他今年五月二日耶，然后还有一个最近常见面的一个小屁孩。首先
为自己来加油啦，等下加完油换完车我就要去纽约做空中瑜伽啦，所以这边纽泽西的话一定要让人家加油，但不用给小费，这是法就是一定要给人家加油，这件事是法律规定的，但是是可以不用给小费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不用给小费的。我刚刚加了 regular， 然后我是全加满这样。A神技能开外挂，到这里还是不忘几点，噔噔噔，爱几点，我就是大神。Good morning. Can I use this? Oops. Thank you. Have a good one.现在我要走去上空中瑜伽的路上，我现在在三十街跟 Broadway 的交叉口。今天天气真的超好了，然后有点开心，因为终于可以实现空中瑜伽的愿望。等下走去运动大厦，因为那个空中瑜伽教室在运动大厦附近。不要讲纽约客感觉，背一个帆布袋。太热了，所以只好把外套脱掉。我要现在走在第五大道上，等等，现在走在第五大道上，等一下才会接到 Broadway， 然后才是我上课的。进去的门现在关起来了，我要从另外一边。刚刚看到很多人在这里买花，然后带回去。希望之后有机会能逛上这样的店。嗨，老师。不要不要不要！哎。